大家好。我叫柯少明，欢迎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来。我今天想做一个只用中文的视频。不好意思，我说中文说的马马虎虎。我学中文学了5年了。高中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习中文。那时候，中文课是我最喜欢的课。我觉得韩语、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都很有意思。我很喜欢中国。我学了4年以后，我跟我的同学旅行在中国。我去过北京、上海和萍乡。在萍乡，我们跟中国朋友做客和学习。我现在是水城大学的一年级的学生。我现在上中文402，所以我这个学期以后也可以学习中文。我是美国人，所以学习中文有一点难，很多的生词写汉字特别难。我是国际关系的学生，所以我很喜欢别的国家。谢谢你们看这个视频，在我的 channel 我做 vlogs 和写字的视频。我觉得写字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做写字的视频，请你 subscribe 一下，所以你们可以看我的视频。再见。